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显示，香港通缩严重，全球排第三，贫富悬殊在已发展地区排第五，是亚洲贫富差距最大的已发展地区。现在我们已经看到经济状况开始好转，我们会努力促使经济持续增长，通缩持续改善，消除。上个月7号，特首在立法会内发表他上任以来最短的一份施政报告，决定预留大约12亿元拨款推行三项就业的措施，一是用于延续大约11000个职位临时职位。在立法会外，一班低下阶层市民就如常来请愿，望政府高官及早正视他们的困局。开拓基层职位，增加就业机会，增加就业机会。95、96年平均收入的话，都有卖得20000啦。咁但系而家6000-7000就唔定。有時冇嘅未定，做咗呢行廿年，都未見過即係依近呢幾年咁差。阿華做開建築裝修嘅細盤頭，近半年一直開工不足，過去一個月只開咗10日8日工，大盤仲拖欠佢同一班工人嘅工資，到農曆年尾都未有糧出。大盤啊，唔找數啊，咁樣經常有發生。積蓄啲已經係攞曬出嚟去填氹啦，因為還翻啲糧俾人哋啊，但人哋拖欠我，我係要俾人哋。阿華個仔舊年12月出世，小生命嘅嚟臨本來係開心嘅事，不過就同時令佢拮据嘅生活百上加斤。買一罐奶粉嘅都要100多元，尿布啊，日日佢一定要用。唔可以少得噶，正所謂你唔食嘅話，你都要俾佢食。前幾日嘅話，剩得200元身家，兩公婆都唔知點算好，坐車唔夠，食飯又唔夠，無計可施。阿華喺社工安排下，連30晚嚟到呢間專為窮人解決兩餐温飽嘅志願機構求助。按翻你嘅需要啦，咁我哋都會俾6個禮拜你，即係希望你呢6個禮拜舒緩到你，可以幫到你一段時間，等你會有其他出路咁樣。阿華一家三口就是靠呢張食物過年關，攞咗啲罐頭啦、米啦，起碼唔使頭痛三餐先啦。1998年在大陆生意失败之后，阿良回香港打工，做个地盘饮食业工人，最后找到份收入稳定的工，在政府部门做外判保安员。不过去年9月，他因为多次揭发自己间外判公司剥削员工，最后被公司解雇。为什么现在政府的外判公司这样去压法，加多个名字，两个人做事签3个名字，上一間公司14100元都俾到6000元一個月，我哋到翻另外一間公司一接手上16800元，點解會俾3800，甚至無有啲俾2600元？點解啲高層漠視唔理？失咗業幾個月，阿良都揾唔到工作。阿良一家三口原本住在东涌，但是最近自己就投靠屯門
一个朋友，他说在屯门找到工的机会始终比东涌大，又可以悭翻啲交通费。他一个星期先至翻东涌一次见下老婆同个仔，而家3000多元失业综援金都俾晒佢哋用。已经咁少钱，已经佢哋食饭都成问题啦，你仲要同佢攞搭车钱，沦落到咁样，你点对得自己啲老婆，对得啲小朋友住咧？阿亮话：今个农历年系佢咁多年最难过嘅一年。呢日系佢过年后第一次翻东涌屋企，最难受就过年，人哋好多有啲小朋友睇见，渴望系俾封利是噶嘛。行咗背后已经人哋觉得话利是都冇封，嗰系最难受呢种感受。我应对唯一一样嘢就系耷低个头，撞到行到识人嘅地方咧，尽量避开，一就甚至冇唔出街咯。一封利是都未俾过出。如果我身上有3000多元喺身嚟嘅，我都谂住过咗年。啊！又要交个小朋友嘅车费啦，又要交佢嗰啲伙食啦。喺香港呢几十年就最悲就系今年过呢个年。过去两年，香港失业率维持喺7%至8%嘅高水平，有200,000家庭月入少过4000元，而旧年领取综援个案就高达290,000宗。生活喺贫穷边缘嘅香港人有成1,260,000人。就是你想要一张要一个的衣柜，3尺乘6尺衣柜，是不是大部分综援的家庭来的，只可以给到他们基本的生活的需用咯。送这些这么大件的家私给他们都有时都有点困难在这里。大得滞啊。社工金姑娘同一班教会朋友眼见香港低下阶层物质缺乏，在没有任何政府资助下开了这个二手家私回收中心，将收回来的二手家私转赠给有需要的家庭。这一天负责搬运家私的职员阿才来到港岛南区收弃置家私。啲书架啊、书台啊、细嘅床啦、啊，都系好多人需要，同埋好多人等紧。阿才经常穿梭喺贫与富两个阶层嘅家庭，佢深深感受到贫富悬殊嘅家庭系生活喺两个不同嘅世界。有时去到一个家庭，呢一间房嘅单位已经系住紧3、4个家庭成员，即是他住啊、食啊、煮啊，都在这个地方里面。咁相对来说空间是相差好远。一个家庭我送一张床给他，之前见到他只不过在街市执两个提子箱，一块木板这样铺在那里临时搭建，就是一张床瞓住先。这个家私回收转赠服务开始了不够一个月，就已经收到过百个申请。这些东西我想最少大概可以分到6个家庭左右。一个环境好一点的家庭可以帮助到6个家庭。上屋搬下屋都唔见一箩谷啦。阿玲系单亲妈妈，同个仔靠4000多元综援过活。最近虽然获配公屋，不过要应付搬屋嘅开支，就困扰咗佢几个月。政府各方面对我哋嚟讲，搬唔搬都系一样咁样，日都冇搬迁费，日都冇按金。新屋装修嘅开支，全部要靠喺乡下嘅亲戚夹钱帮佢。连个仔希望有张自己嘅床，
佢都话冇能力买俾佢，于是向阿财间服务中心求助。我喺出边睇过系呢啲款式嘅床，要成三千几，真系帮到我个需要嘅。咁起码呢笔钱我起码攞唔到出嚟，我真系觉得好开心咯！咁多人关心自己，都唔系话真系自己咁孤单咯。好靓啊！农历年过后，失咗业就快半年嘅梁，仍然冇放弃过稳工。喂，比如我依家53岁，你会唔会？可能未必啱啊，因为搬啲嘢都几重。哦，未必啱。哦，好，唔该你。见你哋登咗季报咧，就话请跟车送货咁。因为我想问下你请不请的嘛。你有没有做过集货的梁？我做过，因为呢我正话刚刚有位小姐接听电话，不知道她收了线是什么呢。我说她问我，即是我说我53岁，她说我问问老细这样。53岁很感慨，因为现在我请了老细，我怕我老细不请。哦，即是53岁很尴尬。阿梁说年龄始终是她找工最大障碍。如果我唔讲年纪，佢嗌我见工嘅，满埋信心去见，因为我撞板撞得多嘛。佢见十份冇一份成嘅，去到咁你嘥晒啲车钱啊嘛。呢一日，阿梁约埋朋友嚟屯门工厂区一带，再碰巧运气。咧往时呢度啊，一辣都有晒街招噶嘛。想呢位请请扶贫啫。公司暂时请够了。唔该你阿 Sir。 唔使。唔该晒，唔该晒。喂，不如走走去染厂嗰边啦。阿星，你做看更请唔请人？冇计住佢啊。我啊。系啊，我乜嘢证？平安卡乜都有噶。几岁啊？53岁啫嘛。大把时间。行了整个下午，找工都没有着落，阿梁唯有回到去屯门的朋友家。阿梁的朋友是长期病患者，每个月有3000多元伤残津贴，其中600元就给了阿梁买餸，照顾大家两餐。我开支就讲实话很少，因为都是个朋友包埋我那么。两餐餸咧20元咧，根本上我两个咧就掂噶啦。金钱上咧照过嗰两餐咯，有时诶抹下啲地啊，啲邋遢嘅嘢咧就自己负责清洁下啦。因为以前有好多隔篱都投诉话，我啲间屋臭到不得了，垃圾又唔打，乜乜乜乜咁啦。咁但系依家又冇咗呢种投诉啦，佢当我好似细佬咁啦。就当咗大家都系单身无依无靠嗰种心态去维系呢段感情咧，大家即系患难朋友啦。咁啊，嗰啲即系即使有时冇送都好啦，食碗凉饭啦，大家即系好有人情味啦。为咗悭钱，阿梁通常等到街市差唔多收档先至买餸。喂，呢份几钱啊？10元全部，呢啲啦，呢啲多啲。唔该啊，姐，俾两斤生菜啊，姐，唔该你。最平呢个时候噶啦。3元两斤。总共13元，分三餐都几好嘅。摆佢翻喺雪柜，咁佢呢种鱼咧就腌一腌咧，就好食好多嘅。
在屯门这个患难之交，除了帮阿娘解决粮餐，还给他来歇下脚，方便他在这区找工。同屋企人最少离多，阿娘唯有每晚打电话回东涌屋企。你放学啦？今日点啊？啲成绩啊？喂，你嗌妈妈听。喂，我食咗饭啦，准备瞓觉噶啦。都冇痛到啦，今日咁诶，我一日都系冇乜结果咯，都系等消息啦，嗌我着够暖啫啦，记得唔好冷亲。刚刚搬新屋的单亲妈妈阿玲得到家私回收中心转赠二手组合床。即问有你中唔中意你而家呢个组合床柜啊？妈妈，点解啊？妈妈都唔系新嘅。但你想唔想要一个咁嘅嘢咧？新就好啦。新就好，点解啊？冇得解，新靓啲啊嘛。虽然有间大啲嘅屋住。不过阿玲个仔就抱怨成日要用人哋嘅旧家具同旧衣物，唔可以咁贪心噶，知唔知啊？知。你知唔知我哋而家系冇钱先至有旧嘅都已经够啦。第时有钱就等你第时搵到钱先啦，好嘛？啊，等我第时有个比较，佢过你到人哋啲身啊嘛，咁佢冇身啊，所以佢有个咁嘅身体。阿玲话上咗楼之后开支大咗，更加要省吃俭用。去学游水啊，去乜啊？即系啲艺乐队啊，咁佢话要去，但我一睇到话钱，个通告即刻掉咗佢啦。佢哋父母冇工作啦，或者就系做长散工咁啦，已经系挂住做嘢啦，系唔得闲理佢哋，少咗一份关怀咯。物质上面佢哋都好缺少，譬如好普通，譬如文具咁啦，其实佢哋可能系冇噶，或者系用一啲即系好差嘅。华仔每日放学都会嚟呢间中心做义工，帮助贫困嘅儿童。全港有260,000个儿童生活喺贫穷家庭，社联嘅调查发现，喺低收入家庭中，有20%小学生冇电脑。只有一半低收入家庭的儿童参加到康体活动，机会比一般家庭儿童少20%。他连最基本的生活的条件情况都未必安排到，何来钱去协助小朋友去参与一些不同形式的课外活动？正刚见闻他的知识啦、视野啦，相对其他人来讲就会差了，能够配合到他们这个方面的能力的提升呢，先有利于佢将来脱离翻贫穷呢一个恶性嘅循环。兰姐每朝6:00起身，帮三个仔女预备午餐，带翻学校。细佬，你整好未啊？兰姐一家五口嘅生活原本靠丈夫独立支撑，不过丈夫旧年年尾到而家只系开得几日工。生活逼人，兰姐过年前要出埋嚟做全职清洁，一家五口主要靠佢每个月5,000+收入过活。有嘢做又唔同啊嘛，我呢度洗完啦，我嗰度开工又有钱翻嚟。你以前所挣嘅都系所挣无几嘅啫，贴都会有限噶嘛，即系所以都好惊嘅。好似而家，如果佢冇嘢做，嗱又做嚟换热咁解啦。咁我真係唔掂㗎嘛。其实好似而家我哋做得咁少，不如齐齐唔好做喇。我都有諗过，但係呢行唔通喇。我哋去做都係开心啲去諗囉，去靠自己嘅实力去，唔使去俾人哋，即係佢后面讲政府嘅钱养懒人，靠政府唔使做。1:00到今晚半夜咁滞，所以咪好长时间啦。我翻嚟，我啲小朋友瞓晒觉噶啦。我哋都希望咧，自己勤力做嘢，俾小朋友感觉到我哋都唔系话冇得转机嗰只咯。好似佢哋读书都系啊，你有心机付出咗，一定会有成绩嘅。
呢度可以讲系九成以上都系失业噶。失业嘅压力令阿娘好难受，同朋友唱粤曲系佢减压方法。人世无缘同道路，唯一呢个地方咧就系唔使钱，俾我哋抒发到内心嗰种苦闷出嚟啦。人哋肯欣赏，有人肯听我唱啊，咁就得噶。最大个满足感就听到啲掌声啦。失礼晒啦，多谢晒师傅，多谢晒，多谢晒。好欣赏我老豆教我一句说话，穷日子当富嘅日子过，富嘅日子咧当穷嘅日子过，唔会放弃，自己都要继续尝试。青啊，臭啊，姜，而妻。